的 PPT， 然后阿兄的又会还有上天的 PPT， 所以他有制定的那些计划，他的手段很硬，叫我们一定要实行。所以我们台南无私工会才能够有今天的成绩。谢谢教化。那么他在两年前代表他的家族捐助3万块钱给我们做这个情节奖励金，足够给10年颁奖的费用。那么我现在要趁这个机会呢，送叫我们的特别来宾送一个小小的礼物给他，纪念品给他，好不好？Yeah, so Mr. James Gold.